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值班 PD 江信熙。然后呢，我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我的队友们现在在干嘛了。看到了浩连同学，来来来，张浩连在干嘛？我在练歌词吧，在背歌词。他们自拍的。OK， 来继续。那我们现在偷偷的去看一下他们在练习室里面干什么。对，看一下吧。万一他们没有练习的话，偷懒，我们就让他们趴下。你自己有毒吧？不是，在干嘛呢？哎，有好。哎，等一下。哇，你真的好努力，你看他衣服。没有，都是汗。衣服没洗，前几天。你是练什么？哦，在练主题曲。我会蛇。你好，我是黄学大。请给我投票吧。Shining Promise， 耶、欸！我今天才知道他是个看过，他是个综艺咖，其实还看对，对吧？那你呢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练舞啊。练舞、啊，练怎么样？练的，你检查一下吧。你有出汗吗？有一点了，干的，干的，我干皮，干皮，干皮。饿狼传说练习。哦、大家多多期待吧，多期待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浩然，我们是饿狼传说。Yeah. 哇，今天特别开心，我们有礼物，这我们公司是可以用的，然后这个真的很好用，怪不得用到你这么美丽，是吗？真靠这个防晒霜，不会那么晒。怪不得江欣欣经常去晒太阳，还是那么白。怪不得江欣欣会。哈哈哈哈哈。那就是说这个是，要不拿走吧？拿吧，拿吧。一人一条吗？一人一条。谢谢。走，谢谢。走，好。走，谢谢。拜拜。哎，老大在这坐着。你对我们初印象？第一见你的时候，反正感觉你是挺好接触的，然后后面发现就是还是挺好接触，挺好，还是好接触，还是好，很好接触的，对。叮咚。闹闹。我们要说什么？你要拍门，我要闹闹，然后你就开门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三二一，闹。哎，杨澜哥进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先站住，不，再来一遍。三二一 ，no n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可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组员 Paco。累了。哇。哇，好白，我的天哪！一起睡吧，我们。哎 ，Paco， 你的。我说实话，我那个时候。就是还没来到这个节目之前，其实我还不知道本尊在这儿，当时我还在旁边知道我是你们去的爸爸，你们的屋里去的爸爸爸阿爸，你知道那个广告吗？生命满希望，前路由我创。我听就玩过啦，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啊？没听过。你们、也是啊，说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当时这个广告是干嘛？小学是不是？你知道是我们的童年。我的童年只有妈妈洗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co 欧博豪。今天呢，我们到了亚洲超星团的主题曲拍摄现场。我们在妆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 M1。是很哇。哎，看到了！恭喜你 C 位，我真为你开心。可怕、啊！你们抱一个，抱一个，抱一个，再抱一个，哎，对。想说就是，等一下，就是，咱们的颜色都不一样，那证明我们是什么？就咱们颜色都不一样，然后证明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，所以。真的颜色不一样吗？所以，为了我们一个舞台，我们加油！助力吧！好，对，